再拆开给你看，它是松紧腰的，松紧腰，松紧腰弹性还蛮大的哦，而且它的这个胸我觉得也还 OK， 胸的空间也有，然后手袖这里超级美的，是做这种皱皱，这种皱皱啊，就是一点都完全不会勒手。那我来继续讲，它的点点的话，你看是比较不规则的，有大有小，而且形状也是不规则，有点像是雪雪的那种感觉，很可爱。那这边肩膀也是有做这样皱皱，这种皱皱的设计，就是多一些设计感，我觉得好像也比较显肩膀比较小。扣子的话是可以开扣，所以是可以开扣哺乳。那它的扣子的话是做这种大理石扣，然后再滚个金边。好，我推到点点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下摆的话就是没有在做其他的那种合页，就不会太复杂。那它的话是有口袋，它有口袋哦，对，有口袋。然后内里的话，刚刚我看你今天是红色系的，对，扣子是可以整个开扣到底，所以也是可以当罩衫的感觉。颜色还有这个深色，如果你们觉得这个颜色比较显想要更显瘦的，你们可以选这个黑色。我觉得黑色也会有一点点那种复古吧，对不对？黑色还蛮复古的。